说说。我说什么事？有话说吗？
这多少年了？又陷了，这陷的不行，好吧？嗯，陷的不行，充完电也充电少了。那线不行，那线慢。你是什么手机啊？等会儿，我这个是苹果的，还用不上。不是说充电，不是内容。它现在是不是进不进电？进不进电？不进电，一点都不进。这显示，啊，这显示一下，线有问题。线有问题，等下给它换一根线。太好了。Wow.